Hello，Hello，现在可以吗？可以。其实你把那个界面关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音量调的那个了，就不用退出来。是吗？因为我没有进过那种非会，就是非举办人的那种界面，所以不太清楚那边。最方便的就是退出就重是进一下。你掉到最前面是那种状态，我看他们搞的是这个。啊，行，好没的。事。那我们就是这几天有没有复习 SST 和 WFD 呢？WSD 啊，我正在看你前面讲的那些那个要点呢，因为，还没来得及那个，还没来得及 write foundation 是吧？对，我正在看这个，就是你讲的那个，什 SST。么用首字母然后补齐句的这个，就看哦，到这儿了，好，SST 呢？这个就是 SST 吧？Write foundation 是一个句子，长成这个样子。SST 呢，它是让你写一篇文章，长成这个样子。我怎么没有这个啊？我们第一节课上的还记得吗？当时我还说，我们可能不太好写的话，我们就套模板。SST 是吧？对，那这个讲的。补齐句的这个还是 WFD 吗？对，补齐句子是哦，我搞 WFD，错了，是的，这个是 WFD，对，有点混哦。有点混是吧？对，SST 是，那我这个我没截屏下来，就是你前面那屏。前面嘛，哎，我记得你上次截过屏了，好，来再截一次。哦，等会儿，我看我给截过屏了。SST 吗？我好像没截这个。没截是吧？那截，我因为这个可能对你来说，你就截这个屏就可以了。那些技巧什么的，我们可能不用太掌握，因为我们上次是说，先看文本再来听，这还个是记得？吧？SST 啊。对，平时复习的时候，我们先看文本再听，还记得吗？先看文本再听。哦，你讲的那个，先看那个内容，然后再听。对，就是这个题目。这个不知道你第一堂课还是第二堂课讲，你前面还有一屏是什么？就是这个吗？这个对，前就是面这个，那就个。是这个。刚刚那个是 write from dictation，就是那个首字母的那个，这个。哦。这个我有没有截屏？我看，我再看一下。WF。首字母那，WFD，就是前面那个。WFD 是首字母，对。这个好像截过了是吧对，现在我们就是主要来看一下 SST Summarize Spoken Text 这道题。这道题我做呀，这几天。还没来得及做，我还又没要来。应付口语，又要那个。现在老师就四个老师，就你一个没有感冒，其他三个老师全都感冒了。那个阅读老师讲的还行啊，因为他第一堂课讲，第二堂他感冒了，效果差点也还好。但是那个写作老师，我感觉他们其他考生，挺就是反映他讲的好，反正我觉得他两堂课声音都很小，而且也许他水平很高，但是。我听的就是表述效果不是太好吧，就是像那个像你们讲过以后，我肯定都有印象。他讲过以后，我就记了一个模板，因为之前那个大课不也讲过一句话总结那个嘛，写作那个。是，讲过，然对。后就是他没有讲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根据每个人不一样，他讲就是重点要你那个你就是能印象比较深或。就是还要自己去那个看那个模板，那个也挺多的，内容也挺多的，就是 WWE 的那个。WE 是吧？WE 的话，你就是基本上把模板背好的话，就不是很大的问题，不是很那大的模问板题。很多啊，很多吗？有那个最简化的模板吗？
最简化的那个模板，那文字也很多。但是最简化的模板，你考试时候就特别轻松，你套进去几个词就可以了，你随便写几个词进去就可以了。所以那个就背好差不多了，就能得基本分是吧？对，就基本上可以拿到分了，就随便套几个词进去。最简化模板就好好背。那个要看你套的词怎么样，要看你套进去的词是不是关联的。如果是关联的话，就是十分还是可以的。总共是多少分啊？这个？总共是十分。哦，总共是满分是十分啊？对。来，我们看到这边写作嘛、哎，这边主要是听力和那个口语，口语我还没找到感觉。口语是，对，你口语的话要多练，每天要多练习。听力的话呢，它是有基金在，不过你基金也要自己去练。不练的话就听力的分会不稳，包括 WFD 啊也是要练。首字母是不首字母的，你先放在一边，你要真不行全把句子背下来也可以。但是要开始练。SFT 的句子背下来啊？不。Right from dictation， 那些特别难的句子，特别难的句子，你首字母也记不下来的句子，你就背下来。我首字母记好像不太好，那个记不得是哪个单词，记不得是哪个单词是吧？那你干脆就把它全部用脑子生记呢。就是像上次你跟我讲的那种，就是那种记，我真半半半半听到哪个记哪个，是这样子的。对，可以啊，也可以啊。最后就是你的目标分，这个正确率呢，要达到 WFD， 要达到80%，就会比较稳妥一点，对你的写作和听力都会比较稳妥。达到容错率80%是吧？正确率要达到80%。我80%是一个什么程度我都不知道。就是比如说一个句子10个单词，你对了8个，就是80%。错两个，对，上次你说了。对。好，那稍微检测了一下。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是来测一个题目吧，测一下这个填空题，看一下整体的水平怎么样。如果说不行的话，这道题呢，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因为这道题提分比较难。好 ，FWK 是吧？对，就是这个长成这样子的填表的一个题目，听力当中填空的一个题。因为呢，如果要好好准备的话，你是要背单词的。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比较简单一点的。准备好了吗？我这个怎么没记？我刚刚是 FIP 吗？不是，7秒准备时间是吧？对，7秒准备时间，一个空只能有一个单词，然后眼睛要跟着录音去定位，不能跟丢空，不能跟丢单词。我有点搞混了，这个项目。没关系，这道题呢，我们不用很，先不用很去管它，我只是来测一下你的正确率。FIB 是吧？填空题。如果你正确率不高，这道题我们就不管了。我们测一道简单的，测一道中等难度的，然后看一下正确率。这道题正确率不高，我们就不用管了。正确率还 OK， 我们再继续往下说。是怎么填空？听力填空是吧？对，就听到什么词，写出来什么词。文章少一篇，视力、眼睛、听力、录音。听到什么词？知道了。对，是考单词的。对，就是这样题。我们现在测一下。速度挺快的。速度，这一篇还好，这一篇的话中间废话比较多，应该还是可以反应得及的。尽量试一试。看一下正确率。好，开始。As I was saying, Professor Mitchell. Please call me Lisa.Yes, well, Lisa, well, I'm still trying to get my head around the choice of electives for the optional part of the third year program. I was thinking of taking personal taxation law and company tax, together with the extra 5-credit point course on goods and services and VAT type taxes, but I'm a bit concerned that I'm going to pigeonhole myself too early in the course.
Yeah, As you know, there are going to be interviews for summer clerkships coming up, and I really don't want to come across as too focused on certain areas that a lot of firms don't even do, you know, have a practice in. Well, don't forget, only about 25% of the course at this stage is elective-based, and you'll still have that core of subjects, crim, legal institutions, evidence, property law, general commercial and fed con law, all of which would be of interest to a lot of firms. So if I were you, which I'm not, I'd really just go with what my interests are and enjoy the chance to undertake some work in an area that I'm motivated to pursue, don't you think? There's an awful lot of time in this profession where you'll be undertaking long, stressful hours on projects that don't really interest you as much. 第二个没反应过来就过去了。第一个是 please 吧？Please, please, 请求的那个吗？Please for。好。第三个呢？第三个是 into 什么什么，这个单词不会。好，再往下走呢？第四个，一二三四。第四个是什么？那个没听清楚，一排的那个。第五个是 mad 吧？第五个是 mad。好，这个正确率可能不太高，看一下。是不太高。Elective, concerned, interviews， 这个好歹听的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没有想起来是什么词。最后两个也没有听出来。好。没这个单词没听出来。好的。那我们暂时不用管了，来第二道题。第二道题是中等难度的。对，中等难度的。再测一下，如果不行这道题我们就放弃，来说一下其他题的拿分。好多单词不会。开始。Here at last was a base from which this largest ocean in the world c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Many questions were still unanswered.How large was the ocean, and how many undiscovered lands did it hold? Way out in the ocean, not far from Tahiti, did there lie a mysterious continent? Surely, if it existed, it would be inhabited, perhaps densely inhabited. Substantially. How much? Substantially. 哇，这语速好快。第一个是什么 ？Plant. 第二个呢？第二个没反应过来就过去。第三个呢？第三个也是不知道他读哪就过去了。好。这些词看着认识吗？这两道题的词看到了认识吗？看到也不认识。这道也不认识是吧？ Discovered。先看这一道，这一道有没有认识的？ Undiscovered 是 discover 发现。发现。前面加个否定前缀，没有被发现的。没有被发现。Explore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叹息，这个呢？这个不知道。好，这个选修，这个是什么 ？Constant 是什么？一个空一点点什么？正确的不对。关心。这个。Interview 是什么？采访还是什么复习？对，是的，采访。好，这个。Invidence 这个看似好像比较熟悉，但是。Evidence 证据。证据。这是法律上面的。法律的或者平时的都可以。Motivated， 这个不知道啥意思。好，
那行，这道题的话呢，我们就过啊。来，看到这边，它的话呢，理论上。